好，我是小北，我现在在长沙，因为明天要去甘肃嘛，所以今天就正好路过长沙。然后我一个朋友，今天过生日，我现在赶车去株洲跟我的闺蜜会合，然后再去攸县给这个朋友过生日。我现在在滴滴车上，我是8点多的高铁，现在已经快7点半了，我还在路上，不知道能不能赶得到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终于赶到了，我的天，太紧急了，全路一路狂奔，从河西到长沙南站打车，我打了1个小时，但是从长沙坐到株洲只要15分钟，好尴尬呀。我现在到株洲了，坐了15分钟的车，好快呀！我是第一次来株洲，现在我出站打车，然后去我闺蜜家跟她会合，然后一起去攸县。好饿呀，我还没吃早餐呢。有没有株洲的朋友呀？要不要请我吃个我们的株洲粉呢？这里应该就是打出租车的地方，大家看到没？株洲国家高新区欢迎您，在我们湖南，就长株潭这3个地方，算是发展的最好的。我现在到我朋友家楼下了，然后在这里等一下他，我还没有吃早餐呢，看一下找一下有没有什么早餐店，先去吃一碗米粉，不然等到攸县的时候就饿死了。看，这就是株洲的米粉，我感觉还蛮好吃的。这个是麻辣牛肉，然后我还帮我闺蜜点了红烧牛肉，在这里等她。啊，昨天晚上直播间我们朋友们说的对啊，说株洲有雨，真的有雨，现在开始下雨了。有没有在株洲的朋友啊？我在南溪谷，在线等啊，等一把伞，在线等。闺蜜来了，就是这个，看丽丽，西瓜哥 ，Hello， 哎呀，阿姨，叫阿姨，阿姨，看可爱吧？你在看什么？喂，啊，这边阿姨，哦，他在找他爸爸。哎呦，感冒了吗？流鼻涕了。你们吃早餐了吗？还没有，在这里吃吧。妈妈，这个就是我闺蜜丽丽，她是做旅游的哦，想旅游的朋友们可以找她。那个什么。我看你发的，就是说他们不用买机票，不用自己找酒店，是吗？嗯，对，主要找他，全包，全包。来，阿姨抱抱去买冰淇淋。接下来你不是特别喜欢坐摇摇车吗？哦，对，赶紧。哦，啊，快去，走，坐摇摇车还是吃冰淇淋？坐摇摇车啊？哦，坐这个啊。我闺蜜她儿子超可爱的，坐这个。这个小孩子太聪明了，他给我指说里面，他让我去里面换硬币，正好拿了零钱。阿姨来了，阿姨来了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耶！来开车了，来。哎呀，开始了。嗯？怎么不动啊？飙出来了是吧？小拿吗？小拿吗？哎，在这里，重新投一下。小拿了。哎。有什么奖励吗？过关的。哎，好了。没奖励，我们丢了。小朋友，你先买完呀。出海啦！你去吃饭。一西瓜，小手手嘞，他皮肤太白了，我皮肤要是有这么白就好了，好羡慕啊！哎，不能去前面，好，我们现在出发了，然后我闺蜜把她载，然后送回家，我们就出发去攸县了。看我的土豪闺蜜。他的宝马车，哎，不可以去前面。